我标记了一辆载具。我们这边还剩一点点圈。你他妈的，老子没被他打死，他妈等一下没。谁开的车？ 我操！车怎么这样了？大哥的，被他们抽了呗。大哥的，都说，哎，都说那要保一下车。那你个妈，神经病！前方有危险！前边待着好危险啊！这防区这一抽，我操，那抽成啥子？ 有车去呢，哎，咱后面，来，上车，把后面先打了先。上车。那你自己注意啊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 还有一个，前方有危险。垃圾，你他妈在破坏你快刀，你不要个屁点。讨厌，捡一下包啊！哎，离车远一点，这要对。 这可能动车了，我看这下怎么下去？我操！那个车能不能碰一下？拦轿，拦轿，拦轿，拦轿！你们放我架，你们放我架，开车去一个，开车去一个，去把车不行的，车不行。 都是啥？队友大笨蛋，队友大笨蛋，队友大笨蛋，队友都是大笨蛋，他们都不知道进圈。我现在看一下，这怎么进啊？这个我怎么进？这么远？你们得往山下摸一下，往我们这边摸一下。 有人，车上，这逼有病吧？小刀为什么坐在车里啊？抽烟，打个烟呗。我这进不去了。走上车，我叫。 说了，去占这个厕所，占那个厕所，飞不去。你他妈手刹，你不拉手刹，直接划人家面前的。笨蛋嘛，这不是笨蛋嘛，纯纯大笨蛋，差一分。兄弟们，我去保段去了，差一分，拜拜。OK。 大笨蛋，大笨蛋。